六七的污染，台西村村民也是首当其冲。摄影家徐正堂他说，他透过镜头记录下台西村那群被凋零的人事物，因为很可能总有一天，整座台西村就只能存在于他的摄影作品里面。我觉得这一次台大公民真正中心举办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在于透过影像的方式，让这些终其一生甚少离开或者根本没离开过台西村的村民，走进台大校园，然后迫使着我们这些在大都市里求学，然后享受相对丰富资源的我们，去思考面对这样的不公，到底是不是能够再更进一步的再去做些什么。看到这件事实，我觉得很无奈，然后我也觉得很心疼，然后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觉得这其实源自于，就是我们在做这件展览的时候，常常都缺少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资方或者是政府的角色，然后他们出来正式来谈这些事情。那当然，如果要解决这件事情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些人都召集过来，才可以进一步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可是像就是看完这个展览，我会觉得很难过的点，就是政府的不出面、政府的不作为，或者是资方他们的回避，都造成就是这些后果或者这些恶果是直接呈现在这些人民或农民的身上。其实看完是很不舍的。南丰当然原本是夏天非常蓬勃，然后暑气蒸腾的象征，可是当它吹到彰化的台西村的时候，带来的却是一场一场恶果，然后把原本彩色的世界，然后他们美好的生活变成了结成一张又一张黑白的相片，然后不管是个人的生活生命也好，都因此受到威胁。那这当然就是反映我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生命呢？我们究竟是要为了开发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去牺牲少部分人的生活，甚至伤害他们的生命吗？那这都是展览非常强烈带给大家的思索。那虽然这个展览只是提供了一个媒介让我们去认识这个台西村，那台湾还有更多这样的村落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的关系造成的伤害。我坦白跟各位说，环境是阶级的问题，这些人为什么走不了？他必须靠他的土地养活他，所以不知道的人，他讲得很轻松啊，你就搬走就好了。